さん。盗聴内容を英語で書き起こしたもんだ。見つけた時にはもうそのありさま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をしたな。中国人があの箱の秘密を知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になった。俺たちはまだ手にしてないがな。我々は今どうすべきですか。英国人はそうやすやすと中国人に情報を持ち出せたりはせんだろう。中国人は必ず動く。もう一日待て。ヤルタか。虽说我们的电台受到干扰，但是要发一份电文还是做得到的，总比送出一个大活人容易吧。英国人截获电文的能力很强，但是即使他们截获了电文，又怎么样？我们不也得到了情报吗？而且，如果你真要走的话，你也完全可以利用窃听布下迷魂阵，然后悄悄地走，何必去破坏监听，激怒了戴维·皮特利，然后又让日本人相信你得到了皮箱里的情报。然后一帮疯狗在后面追你，石先生。如果日本人真的要得到情报，他们一定会追杀我。如果这个情报是一个圈套，那么他们就会帮助我摆脱英国人，让我把情报送回中国。你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情报的真假啊？你在怀疑米兰尼。情报的价值越大，潜在的骗局也会越大。他会不会是双重间谍？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故意散布假的情报，离间中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中国和日本单方面的和解，那么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可以抽调200万的军队，全力地应付太平洋的战场。要是情报确切的话，日本人也会谋求跟中国的和谈。这样也可以让苏联失掉进军中国东北的借口，啊，同时也避免这种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苏联人要进攻东北，如果真的能够证实这个情报的确切性，那我们在英国是无能为力的。谁能够动用国家的资源来阻止这个秘密协议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这个太危险了。我只需要到达加尔各答，这一段距离足可以证明日本人的态度。就算到时候英国人把我抓到，这也是值得的。你想过没有？要是英国人也在利用我们演一出戏呢？对呀，英国人完全可以悄悄地对付我们，根本不需要弄那么大动静吧？这是戴维·皮特里一个美好的想法。一箭双雕，他是想引出日本人，同时也抓住泄露威廉斯皮尔斯上校情报的间谍。这是一个连环局，我们真的不能掉进这个迷局里，迷失了方向。可要想成为玩家，就必须在这个迷局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情报的真实性，那我们的外交努力是无从展开的，军队的行动也没有任何依据。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我个人的生死不算什么。雅尔塔协议如果能证实的话，你能做点什么吗？我会力主和日本最后的大决战，争取一场对日作战的巨大胜利，来扭转雅尔塔协议带来的不利影响。最起码我们有底气可以在不平等条约上拒绝签字，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刹那间，梁统在下怎样尽快地将情报送到延安，让党中央来解这个危局。
中华民国驻伦敦大使馆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哦，日本人袭击了大使馆，就在十几个小时前，原因不明。但更奇怪的是，几个小时以后，大使馆的通讯被人截断了，应该是人为。这只能是英国人干的。顾维钧大使还主持大使馆的工作吗？他去美国开会了，现在主持工作的是世纪红惨惨。你岳父。我太太是杨洋现在美国是宋女士访美代表团的成员，伦敦这件事情是宋女士直接负责的，我太太和我岳父都已经卷入了这个事件中，看来我也不能置身事外了。对了，我有一个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叫梁彤，是军事委员会派往欧洲的军事考察员，去考察欧洲战场的，当时也在大使馆里面。 丘吉尔、罗茨福和斯大林正在克里米亚半岛开会，在这么个敏感的时期，日本人袭击了大使馆，大使馆和英国人又同时保持了沉默，随后英国人切断了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看来是不同寻常。现在正在努力地联系大使馆。 如果再联系不上的话，代表团可能要改变美国的行程，直飞伦敦了。宋女士要亲自去伦敦处理这个问题，有这个可能。现在是伦敦的深夜，明天会有最新消息，我会密切关注，及时通知您的。好。这是军事委员会给你们的资料，我今天就是借着他大摇大摆进来了。<笑> 你跟那个梁彤很熟悉吗？很熟啊，那是我陆军大学同班同寝，虽然说年龄比我小，但是关系非常好。他在日本留学过，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留的学，回国以后直接到陆大跟我同学了。哎，还有曾光熙，军统的副局长，还是访美代表团的成员，也是我和梁彤的同班同学。 这个梁彤是不是在陈诚的十八级军里干过，参加过淞沪保卫战和武汉会战？哼，就是他，作战很勇猛，也很有智慧。他是陈诚土木系的铁杆，深得陈诚赏识。我看这个人啊，你要多和他接触，说不定啊，我们将来能用得上他。梁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也是我们党今后用得着的人。你们是老同学，你要多关注他。 帮助他，陈诚现在是位高权重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小委员长。石继红显然对大决战的主张很认同，但却说出了有些人总是心存侥幸。梁彤忽然意识到，大决战的实施并不会一帆风顺。 蒋介石政府对日作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而国民革命军就像是蒋介石的私人军队，梁彤忧虑了起来。雅尔塔密约会把中国带向何方？石先生，你那把枪的子弹都打光了吧？是的，仓库里也没有。 把这个收下。这把枪是金融家特别版，产量很少，非常珍贵。你很识货呀，它就应该是你的。这把枪是我从我女婿的手里硬抢过来的。 你带着它，用它防身，很轻便。石先生，这把枪太珍贵了，我不能要。它比命还珍贵吗？你连命都不要了，收下。谢谢石先生。这是一本笔记本。
他记录了顾维钧先生多年的外交生涯。他把这个送给了我。这些年来，这本笔记本对我的帮助很大。你带着它，我想你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看看它，也许对你有帮助。我一定会把这两样东西保管好的。 監視を続けろ。すぐそちらに向かう。山が動いた。行くぞ。はい。你只要能够准时的搭上我们的那班飞机，顺利的到达加尔各答，我估计英国人就会在那里等你。坚持住，就会迎来转机。 我会在约定的联络时间，给以松女士为首的访美代表团取个密电，让他们到加尔各答来跟你会合。你想的太周到了。但是在英国的这段路程，就要看你自己了。注意安全，坚持到胜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见到日本人战败的那一天。 将军，策已经到了，我们准备走了。石先生，我们后会有期。和平不是垂手可得的，民族尊严也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历史教会我们的。保重。保重。 米兰妮小姐找到了吗？找到了，美国安排她进入了英国最漂亮的防空洞。The Swiss小姐，美国人的聚集地。对。哦，我已经提出了您的要求，米兰妮小姐同意派美国大使的车亲自送您去贝德福德机场。这只是一个预案，我们还是走水上秘密通道。到了。 今日は車はまだ出てきません。Thank you. Fish on the hook. Go to call Alan. Okay.
Sir, Chinese left the building. The two cars are Japanese, following them. Patient. Wait until they get all in the net, and then we pull them out at once. Yes, sir. <笑>不确定我们在车上，日本人暂时应该不会动手。 失败しま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探してくれ。哼，日本人直接去找英国人吗？这戏让他们自己唱吧。 先生，我们技术员已经发现了英国人设置的干扰器，只要对干扰器做一些手脚，就让干扰器失去了作用。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发报。但是，一旦让英国人发现了，他们就会重新的设置干扰器。那我们得小心，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等到我们约定的联络时间，立刻破坏干扰器，在第一时间把这种电报 さっきの場所まで戻れ。さっきのどこですか。だから、さっきトラックを見失った場所だ。Sir、General Liang。 They're halfway to getting off. 什么两通? I thought it was the ambassador. That fellow managed to fool me. Sir, Japan is almost stepping in our trap. But turn around. These goddamn bloody bastards! We have t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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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在那儿呢。只有俄罗斯。
get them for me, yeah? Yeah, sure. Give it to me. Give us space. That hurts. Give us space. Give us space. Give us space. These bastards! You get them! You go get them, yeah? Sure. Hey! Sure, I w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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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them go! Go! Get them. Go! Stand up! Give me that. I'll put it on. Put 送到那，记得过来。嘿，こいつは殺せ。 Sir, you see this bastard? Be these bastards. Get them, all of them! Quickly! Kill them! Oh, that hurts. Documents.快上这辆摩托车，他会带你去飞机起飞的地方。不是去贝特福德吗？恐怕没到贝特福德机场，你又被抓了。这里的机场也有一架飞机，也是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的。我已经安排好了，快去吧。 谢谢你。愿你一切顺利。弟は死んだ。梁冬。私はもう一つの命を消し去りおった。君の弟はとても勇敢だった。我々は彼を忘れない。梁冬。 弟が死んだ。リャントは、そして地獄、ヤルタ会談の秘密を知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そしてその秘密を手に、リャントは国へ戻った。フィルムはまだ、夏の支柱にあります。リャントは一体何者なんだ？ この男のことは調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この男はチェンジョンと牧家の最重要人物です。勇敢で枝が頭の切れる男だ。そう、日本の士官学校に留学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り、日本に通じている。ロンドンにも1年余り滞在し、今では中華民国軍人会の軍事考察員を務めています。この時期、一人の軍人を国へ返した。つまりヤルタ会談の内容は中国の軍事行動に直結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のカバンには
秘密が詰ま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私の弟が命を落とすほどの。ヤントは今どこにいるんだ。そうです、奴がどこにいたか。そこで重大な間違いを犯しました。スピアーズ夫人、つまりメラニーがあの男を連れ去ったんです。我々が狙っていたカバンの中身はフィルムに収められ、メラニーによって中国大使館に送られた。自分たちはそのフィルムの行方を追うことに夢中になるあまり、この女のことを軽視していた。だが実はこの女こそ逆に我々を尾行し、仲間を殺し、そしてあの男と小型カメラを持ち去ったんです。そうだ、リャントンが弟を殺したのはあの女のせいだ。そうだ、あの女のせいです。落ち着け。女の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今重要なのはリャントンがどこにいるかだ。どこに、どこだ。今リャントンは帰国の途についてるはず。どこを通って、軽かったか。そうだ、軽かったに違いない。司令官殿、これは自分自ら行かねばなりません。軽かった気でリャントンを待ち伏せします。生け捕りにして情報を聞き出されば。今帝国は存亡の危機に瀕しています。このまま黙って死を待つ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弟の死を無駄にするわけにもいかない。リャントンが近づいてくる。奴の足音が聞こえるようだ。电话已经开通了，不过英国人应该在监听。如果我们说了一些敏感的话题，随时都有可能被切断。给 Bedford 机场取个电话，确认一下我们的那架 C-47 运输机起飞了没有，有没有什么留言？我已经打过电话确认过了，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没有任何的留言。梁将军应该没有登上那架飞机。那他会去哪儿了呢？约定的联络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梁将军没有消息，发给宋女士的电报到底发不发？发，按原定的计划把电报发给宋女士，要他们的专机日夜兼程追过去。They have radio station and radio operator. Magnificent! Bring them all to me. We're gonna crack up their nuts. Digging out their threads just in the same move. We're gonna crush them like roaches, one after the other. Back and for our brothers in arms, for their sacrifice, to get peace for their souls in heaven. Oh my God! Japan is speculated that Liantong General have to go back.Believe he didn't grow a pair of wings and flew away.如果米兰尼是日本人的一个圈套，雅尔塔情报就是日本人的一个计谋。然而，一切都在一片迷雾之中。米兰尼的真实身份得不到证实，梁统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核实情报。此时，梁统的思绪在飞速地运转着。历史会不会总有相似之处呢？
梁童从笔记中寻求着灵感。突然，一段记载让梁童兴奋了起来，似乎豁然开朗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已经在梁童脑海里形成了。他要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延安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重要消息。Hello.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I need to send a telegram. Fill this form, please. Thank you. Holbrook? Sir, we've intercepted a telegram sent from Ballbrook Base. With the help of General Liang, we've already made contact with Ballbrook Base. The telegram was sent from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oom. It had already arrived in time, but by the time it was sent, the airplane had already took off. Destination, Calcutta. And now the plane is going to China. So he did grow a pair of wings and flew away. Who did him board that plane?Get me an airplane ready. I have to fly to Calcutta. I have to tail him all the way. We need an airplane equipped for night flights. I have to confront this General Langton. I have to wait for him in Calcutta. And don't let him meet anybody. Yes, sir. Jin Rong Jia, Liang Tong 用手枪的信号代表了自己。表明他已经到达了波尔布鲁克海军基地。此时的世纪红并不知道米兰尼已经出手相救了梁童，情况复杂化了，计划已经被迫完全改变了。雅尔塔的消息是多么的诱人呐！这么重要一个会议，盟军却对我们保密。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的遐想啊。这次雅尔塔会议的保密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海外机构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任何收获。可是梁童远在伦敦，却得到了雅尔塔的消息，真是无心插柳。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一切为什么不在伦敦呢？为什么一定要赶到加尔各答和梁童见面？传递消息可以低调一点，这一切都显得太热闹。是啊，是太奇怪了。梁童是曾光熙陆军大学的同学，让曾光熙对梁童很了解。现在如此高调的梁童显得异常的陌生。这一年多在伦敦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什么都怀疑的曾光熙对梁童产生了不可理解的疑惑。二位将军，我们可以出发了。啊，好，走吧，走。When General Yang Tung arrives, we take him immediately back to London and let him keep that secret rot in his belly and don't let him see anybody. Yes, sir. For you, sir. My name is Harold. I am from Calcutta Department. I organized this small office for you. I hope it's quite okay.Wonderful. Petrie, nice to meet you. You work too hard. Sir, we'v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Officer Allen. He
He found out Miss Melanie managed to get General Liang on a U.S. aircraft. Really? Miss Melanie was sitting in another airplane following behind. She has already arrived in Calcutta. We take Miss Melanie back to London too. But Miss Melanie, she's there together with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Ambassador Hurley? How did he come here? Ambassador Hurley and Song Meilin are all there attending a meeting. Afterwards, they will be going to a meeting in Mangyong. My theory was right. God damn it! They fooled us! General Yang Tong, he knew early that Song Meilin's flight is landing in Calcutta for transfer. He can't do anything. God be with us. If General Yang Tong's plane arrives before Song Meilin's transit flight comes, that's the moment when we step out, tear him out, and take him back to London.这么快又要见到梁童了，米兰妮一时觉得有些恍惚。她在想，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中山惠美？米兰妮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着和梁童可能的蛛丝马迹的联系。这个叫梁童的男人，真的深藏在自己未知的记忆中吗 ？Welcome to Calcutta. So. Are you Mr. Hurley? 正是。 Your Chinese is good.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Well, I'm already seeking for an assistant with a Chinese background for a while. I saw the notice when I was in London for an event. You're faithful and brave. Can't wait to get you here, Milani. Thank you, Mr. Hurley. Well, I'm interesting. I heard you arranged General Yang Tong's travel to Calcutta by our trucking flight. My husband is dead. I got protection from General Yang Tong, but British intentionally created illusion that General Yang Tong obtained the Yalta secret. Ah. Well. But are you sure that General Yang Tong didn't get the Yalta meeting secret? Yes. I got my husband's suitcase all the time,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now. The Yalta agreement is still a secret for m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have leaked already. What's the benefit? And why the British created this myth? To attract Japanese. To discover the German spy of British inside via Japanese. Is this related to your husband's death? Germany got my husband information from a German spy and murdered him. You're supporting General Yang. Does that also lead to the Japanese? That's right. That leads to Japanese. I will arrange my husband. It seems everything is explained. But what is the intention of General Liang? I don't know. Well, for the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omorrow...